阿弥陀佛，尊敬的陈校长，诸位老师，诸位大德同修吉祥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啊，我们前面啊有三周的课程。 跟大家谈了不少啊，承德自己在推广传统文化过程啊，自己走错的一些啊弯路、错路，供养给大家啊、呃，因为。 很多事情啊，我们没有经历过，很难哎去体会啊各中的滋味。但是，假如我们能接受别人的一些，不管是好的或者错的经验。 啊，会少走很多冤枉路。所以老人家有写到“墨宝”四个字啊，福在受见。哎，有福报的人啊，能接受别人的劝谏啊，如同啊。 我们读历史应该啊，都听过唐太宗先生的一段话那是因为魏征、啊、去世了我们都知道唐朝最让人津津乐道的。 就是贞观之治、啊、开创了、啊、中华文明空前的盛世啊。唐太宗先生还被称为天可汗啊，天下的共主。那唐太宗也曾经在大臣面前说到啊，啊我们现在国家能这么昌盛呢、啊？ 是魏征的功劳啊！啊，魏征写了几百封这个策论呢、啊，来觐见唐太宗啊。而当魏征病重，唐太宗亲自到他府里看望。 才发现呢、啊，魏征家连一个正厅、啊、都没有啊！一个国家这么高的臣子，家里却这么贫穷啊！啊，唐太宗当时动容了、啊，下令呢，自己在建的宫殿的木头啊，全部移到。 魏征家里来，帮他盖一个好的正厅呢。结果房子还没盖好啊，魏征去世了。所以唐太宗啊，太伤心了，五天呢、啊、上不了朝。 所以，这种君臣之义啊，对我们这个时代啊，也是我们的学处啊，一心为天下人民百姓啊,啊，尤其我们这个时代，都是要团队协作啊，啊，不可能一个人能够完成啊，利益大众的。 事业，所以，在团体里面呢，如何为君，如何为臣，可能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呢，这方面的接触学习也并不是太多，所以陈德也感觉。 老法师有洞察到我们的不足，啊，毕竟还是要服务大众啊,啊，甚至于我们也听到，啊，有同修在讲，哎，觉得传统文化应该是清近的、和合的，哎，怎么有遇到哎是非呀、啊？ 还不输给我工作的地方。那当我们已经在传统文化的团队里面呢，听到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自身要很警觉，要很反思啊！啊，因为这样很可能让大众对传统文化。 失去信心了啊！所以陈德一开始学佛啊，听到老法师说啊，不能破坏佛门的形象啊。我们说忤逆罪、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啊，阿罗汉是。 好的老师啊，善知识啊，啊，第四出佛身血啊，佛不在世了、啊。这个错不会犯，但是我们延伸开来啊，老人家讲了，破坏佛门的形象。 那这个就有出佛身写的啊这种罪过了啊！因为佛以无量因缘呢出现于世啊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永待啊，都是要能度尽跟他有缘的众生。 我们得要配合佛陀啊，来在这一万两千年的法运护好众生的法身慧命啊！那我们更不忍心造成他们信心的冲击、啊、甚至是丧失信心。 那这个我们决定了不愿意这样做的啊，所以这个忤逆，我们深入啊老人家的教导啊，我们不能觉得啊，我一定不会造这种业，其实我们。 往往啊，看得太轻了，就会忽略掉啊。我们慎重对待了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事，跟我们看到别人的事，才能对我们产生引以为戒的受用啊。所以刚刚。 提到唐代宗先生啊，魏征去世了。他提到啊，以铜为镜，正衣冠；啊，以史为镜，知兴替。啊，以历史为借镜可以学到一个朝代、一个团体为什么会衰。 为什么会兴？一个国家兴衰的原理原则，跟一个家庭那也是一样的啊！所以中华文明、儒释道，它的道理啊，小大圆融，小到个人身心，大到。 家庭、社会，甚至于世界，理都是通的。啊、哦，我也曾经啊，跟我们的汉学院院长说到啊，我们假如没有高度的警觉呀、啊，历史当中。 所有在每一个朝代造成这个朝代灭亡的这些因素，都有可能在我们一个团体里面出现。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我现在说的话？所以。 读书人写道：“后人哀之而不见之。后人只看着，哇，唐玄宗怎么这么夸张啊？啊，怎么会爱杨贵妃，搞得国家变成这样呢？但是他只是哀叹唐玄宗，他假如没有反观，哎呦，这一关不好过。” 饮食男女，人是大欲存焉了，不能掉以轻心了。那有可能，他哀叹之后，他的人生可能也会错在这里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可能。所以这这一念自己不可能呢，才是问题所在了。能够人生。 在所有的染污能全身而退的，都是能保持高度警觉、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。所以古人这个话，我们不能当知识看过而已。 曾子是宗圣的。传孔子的道统。我自己感觉呀、啊，在台湾确实也接触不少传统文化的内容，可是自己的状态啊不对了，心态不对了，啊，《论语》哎呀，赶快背啊！ 考试要考啊，哎，得得写的出来呀、啊。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人生多重要啊！所以，假如遇到一个中文老师、国文老师，啊，人让他知道《论语》每一句话怎么用在他的人生，我相信他班上每个学生都会因为他改变，一定的。其实孩子。 还没出社会以前的染污啊，还不至于说不能改呀、啊。当然，他要改啊。我们现在话说也要有配套措施啊，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定性啊。好，我们就不要只是说孩子没有定性了。 我们现在都成年人，甚至是中年人，我们在境界当中定得了吗？不想发脾气，能不发吗？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大人的标准去要求小孩哦，但是不见得有要求自己啊。啊，所以孔子的道统啊。 中术之道啊，我们得掌握住哦。其实不掌握住中术，就造业了。哎，这跟我们往生呢、啊、息息相关哦。随缘消旧业，不再造新殃啊。 假如我们每天的心念都在造业，那心境，佛土境啊，跟净土就不相应了。而且每天造业，那每一个月那加起来很吓人了、啊。哎，看起来现在没事啊，因为我们还有福报啊。所以有时候我看一些同仁，他们确实祖上有福报。 可是他们做人做事、啊、不认真呢、啊，领的又是十方供养的话，啊，我真替他们着想啊。但是我也会尽力啊，有缘去护持。人跟人讲缘分呢、啊，人家对我信任不够，我一讲、啊、反而适得其反，这我就变攀缘了。 还真的有缘，我们不讲，我们对不起他了。啊，也是孔子教的，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。你对不起他了。好，善相劝，德皆见；过不归，道两亏啊。那同样的。 啊，承德受邀跟大家一起学习，那我就要对得起这个缘分了。啊，我要尽力的。啊，首先从我自己走过的错路啊，要供养给大家，大家就不用走这些弯路。 而刚刚跟大家提到的，孩子没出社会会以前其实都还有可塑性的但是也要父母配合，也要他的家庭配合。 哦，那不然，他的父母家庭不配合，那老师出了很多力，啊，是倍啊公办的。甚至父母还比较不明理，最后还把责任给推到老师身上了。哦，所以就像啊，我们假如遇到朋友啊，夫妻。 哦，有矛盾了、啊，家里人有矛盾了、啊，我们要去帮他护念他们，那个分寸都要拿捏好、哦，不然你本来是去当和事佬啊，最后你变成，都怪你啊，都是你把我们家搞成这样的、啊，所以人情练达皆文章啊。 世事洞明即学问了、啊。都不能攀援的、啊。但是不攀援当中，有几分缘，要尽几分力啊。那承德就感受到啊，我们从初中、高中接受不少古文呢、啊。 可是好像没有觉得跟自己有关，就跟考试有关，所以这个先入为主的影响就很大了。哦，假如一开始教中文的老师，哎，《弟子规》每一句跟我们有关，就拉回来，相信我们对于学习的态度就是解行要相应了。 那刚刚啊，我们提到《论语》，曾子说啊：“啊、哦，他对着弟子讲，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了啊，起无手，起无足啊，哎，看看我的手，看看我的脚啊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。” 如履薄冰啊！而今而后，无知，免乎小子。我们从这一段话看到，曾子的心呢、啊，他非常爱护自己的身体。为什么？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 父母生了一个完整的身体给我，我不能糟蹋他，我不能让他受伤，我也以完整的身体啊来回报父母。哎，我的身体损伤，父母担心了、啊，操心了、啊。身有伤，贻亲忧；德有伤，贻亲羞啊。 有时候得的伤啊，父母的痛苦啊，可能是一辈子啊；身体不好，可能是三天，可能是一个礼拜的担忧啊。但是，假如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、啊，那父母后半辈子就在遗憾、懊悔中度过。 但是，人生呢、啊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纵使啊，真的犯了大的错啊，只要真肯照儒释道的教诲去做，也能扭转人生。 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、啊、真的是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所以弥天罪业、啊、也当不得一个悔字啊！人真正看到自己问题了，自成忏悔啊，他那个真心就透出来了。 所以我们看到啊，两种人往生呢。第一个，学了佛，一教奉行，积功累德，啊，他功德圆满了，时间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他了。第二种，就是靠忏悔，真心显露，把他严重的罪业消除。 蒙佛接引了，所以贞子他这一段话很有意境了、啊。可是我把他当知识学，就体会不了这些了。啊，哎，一看到贞子这个行为拉回来，哎呀，我还有哪个地方还让我父母放心不下？ 而我们当老师要把孝道教给学生，一定要我们自己要真孝啊！教学产生的摄受力啊，啊，我们说摄受众生供养，好，学生听我们的课特别专注，特别感动。 特别欢喜，关键在我们是真心的、啊、真诚的、啊，感通了、啊，跟每个孩子的心啊通了、啊。啊，陈泽记得啊,啊，教书的那两年多啊，小朋友。 跟陈德说了：“老师啊，你怎么有这么多故事啊？喜欢听我讲故事。老师啊，你的朋友怎么这么多啊？” <laughs> 啊，所以我们的言语恳切。 就能感通了。好，那曾子的话也好，唐太宗的话也好啊，对自己的受用会很大。说实实在在话，一句话就能改变我们的命运。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。哎，为什么我现在感觉我的命运好像转变不大？ 因为我们没有一句话真放心上，没有一句话真干，因为传统文化是心法，干了一句心就变了。哦，这个得我们自己勘验我们自己了。 哎呦，我学了五年了，我学了十五年了。那我们得问问自己，哪一句话我从头至尾一直在干的？因为干还没有办法完全落实，一停下来就退喽。所以行百里路，半九十哦。 啊，莲子大师提醒的啊，造业者一百人呢，啊，为善者一二，啊，为善者百人，向道者一二，向道不容易啊，财色名利。 还常常放在心上，那不算向道了。因为向道是为了出轮回，财色名利还会牵动自己的心，那是轮回心照轮回业了。所以承德在姻缘当中啊，也是常常得要关照自己啊，有没有染着啊？有没有哪些事情？ 已经产生了非我不可，好像在膨胀自己了啊、哦！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观想，哎，老法师打一通电话来了啊！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了，哎，我看我自己的心呢、啊，能不能马上都放下？哎，会不会有委屈呀、啊？会不会想去解释啊？ 好，我我我这十几年、啊，这个念头起来关照，应该有几次啊？是不是？问问自己啊？有没有随时可以放下？假如放不下，那阿弥陀佛接不了我啊，因为我有放不下的东西了。哎，本来无一物啊，还有这么多挂碍的东西。 那就会把我们成佛的机缘断送了啊！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，这一日啊，我们无量劫终于等到可以成佛的因缘了，福报了啊！弘一大师说：“谁错过了，都没有办法。” 啊，这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挽回这样的遗憾、啊，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结果啊！那无量劫的机会来了，不掌握住，那还要再等多久呢？所以勘验自己啊，很重要啊！我们在境界当中，哎，面对学生呢、啊，面对家庭。 工作上的人事敬缘，哪个力量强啊？哎，是贪的力量强，还是嗔的力量强，还是老法师教诲的力量强？哎，马上可以提起老人家教的。其实能提一句啊，烦恼就下去了。 也不是很复杂，圣皇之分在乎一念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，所以念头很细呀，啊，所以我啊，我绝对没有问题的，我想一定会有问题。哦 因为他的态度啊，有点大意了，好像有一个说法，不少游泳淹死的都是高手啊。那既然技术那么高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掉以轻心呢？ 哦，所以古人这一句“后人哀之而不见之”，hey, 我们没有引以为戒，的。那可能我们的子孙呢、啊，在谈到我们的时候啊，也是要遗憾呐、啊，“父爱后人矣”啊，那后人又父爱后人，所以。 一个家庭也有轮回哦，跳不出来哦。一个坏的习惯会一直下去哦。一个好的习惯，哇，会利益，可能是你一千多年之后的子孙哦。范仲淹先生做到了、哦，我们有这个志向吗？ 啊，范公在世的时候，在他们家的门前种了两棵松树啊，写到“青阴大庇，其余千年、啊”呐，这是他的字哦，他一个为人父母、为人祖先的态度哦，我的德风要能庇荫到千年之后的后代，哎，一个当父母的人。 一个当老师的人，有这样的心境，他每一天的生活、啊、一定不一样的。他得不断提升自己，他不会让一秒钟空过了，啊，不会让一句话空说了，啊，所以陈德也观察。 我们看到古人，看到今人的错误，我们能不能拉回来自己身上？啊，其实啊，我们可能有很讨厌的人。当然了、啊，修行人不能有很讨厌的人啊。假如还有啊，那赶快放下来。 因为说不定今天晚上，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了，哦，你可能就去不了了 <laughs>。哦，还有放不下的人啊，喜欢呢是留恋娑婆，讨厌也是留恋娑婆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说的，因为都是情感起作用了，都是情见的。 哎，现在人家对你不好，哎呀，我好想往生哦。突然，这个人不找你麻烦了，啊，又有人对你好了，吃香的喝辣的了，啊，你的时时间就开始享受了。所以，喜欢、讨厌呢、啊，这个都是情感起作用哦、啊。对人、对事物都不能用喜欢、讨厌。 来对待哦！看到我们，假如不拉回来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察觉到啊。原来我最讨厌的人，他身上那个问题，我也有。 我们感受感受啊，你最讨厌这个人哪一点？结果你自己发现，哎，我也有啊。我们还气不气呀、啊？不气了，不好意思了。啊，所以唐经川先生有一段话讲得好，也是个大儒啊。 他说：“需刻刻检点自家病痛，病痛就是我们的坏习惯啊。盖所误于人许多病痛处，若真知凡省，色色有之。我们真的懂得反省。” 因为我们很讨厌别人这些行为，我们真的反省了。我讨厌的，我一样也没缺哦，色色就是都有，或多或少都有。其实一个人，假如真的能够，比方说我把脾气全放下了，真的哦，每个人接触你啊。 他会很羡慕你不发脾气哦，他会跟你讨教。你们有没有遇过说我很喜欢发脾气啊？啊，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没有吧？也暴怒伤肝呐，<laughs> 发完脾气啊，三天还缓不过劲来了，这叫慢性自杀、啊，不能乱发脾气啊。 而且啊，嗔呢、啊，嗔是失佛法之根本的、啊。嗔心一起来了，火烧功德林啊！哇，白修了。失佛法之根本的、啊，这是智者大师的法语啊！啊，在。 红一大师的《晚晴集》里面，所以大师在经典还有祖师教诲里面挑了一百句啊，多不容易啊，句句精辟啊，就为了护持我们后世的啊弟子啊，我们感受到红一大师的。 苦心没有啊？啊，择人日已远，典型再速写。啊，风言展书读，古道照颜色啊。我们得要神教古人，神教这些祖师的良苦用心呢、啊。 那这一句也是智者大师的良苦用心呢，让我们一定要下大功夫对治称恚啊！啊，佛法之根本，罪恶道坠落了罪恶道之因缘呢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嗔恨心呢、啊。 是地狱的引业呀、啊，所以发脾气那是中了地狱因呢、啊。哎呀，可别跟我们的法身慧命开玩笑啊！所以脾气大了，福报修得再大，可能在三恶道想啊。哎、欸，行善不一定。 生善道、哦，行善。假如贪嗔痴很重啊，那纵使修了大福啊，在畜生、恶鬼道下，地狱是全是痛苦了，没得福享啊。一夜死生地下每经万变啊,啊，那地狱的苦是，一夜就万死，死了。 因为刑法太痛苦了，死了，哎，风一吹又活起来，继续受苦了，所以这一生不能再轮回了。啊，真的冷静想一想，三恶道是老家，时间最长啊，啊，三途一堕五千劫呀、啊。 不能，不能再轮回了。啊，我们有一个同仁呢，他的名字叫春花。有一天他刚好坐在我对面吃饭呢，我就问他：“春花秋月何时了啊？”结果他看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 我说你下一次人家问你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啊，你就告诉他“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”。我这一生就要把跳脱轮回的事办好了，啊，我要把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好了，啊 p a s s p o r t 要办下来了。我不受后有了，不再轮回了啊！哎，真的要用功啊！ 欲知识字啊，明明白白跟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啊！我们遇到啊一些老修啊，修了四五十年我们刚刚提到的，不能懈怠哦，啊，不能说我学了十五年了、啊。 但是你这十五年是一直保持嘞，一直精进才行哦。啊，我十五年呢，第七年的时候休息了一年，啊，第十三年的时候又休息了一年，哦，那这样不好算了、啊，啊，那这样算可能才一年，呵呵哦，《华严经》比喻的好、哦，如。 钻燧出火啊！你要钻燧取火，啊，钻燧出火，未出而朔息呀、啊！这个火还没出来，停了好几次啊！火势随止灭、啊，你前面在那钻了半天的热度都凉掉了、啊。哎，懈怠者亦然。 可能承德说到这里，大家会想：哇，那那要几年啊？<laughs> 哦，所以老老和尚首先说了：咬紧牙关，此生证无量寿。这一题数学题我们要算出来啊！咬紧牙关，咬几年啊？ 增无量寿，哎呦，咬几十年，换无量寿，哦，这条数学题不太难吧？哇，值了！再来呢，细细想想啊，真咬的人要咬多久啊？真干的人。 三年五年了、啊，慢慢慢慢，就不做习气的奴隶了。慢慢慢慢，不被境转了，能转境了。哦，所以啊、哦，刚刚啊，跟大家提到。 这个嗔呢、啊、的危害太大了，罪恶道之因缘，法乐之冤家。常常生气的人呢，哎，脸上啊都比较不放松，可能这个皱纹也会比较多。啊、哦，然后苍蝇飞过来可能会假死在这里。 相由心生呢，啊，所以有时候照照镜子也检查自己，啊，所以修行可以检查的，哎，有没有身边的亲戚朋友说，哎，觉得你变了，哦，变年轻了，哦，变得很更有笑容了，哦，那这个是对的。 变的呢？哎，耳垂变长了啊！当然，当然不是自己拉的了啊！哦，这个哎，真的哦，修行，你你的整个相貌体质啊，会变的哦！啊，这个都可以勘验的啊。那尤其从亲戚朋友觉得你变了。 那这个比较保证哦，有时候自己说自己变了还不一定靠得住啊、哦。那是法乐之冤家，所以我们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，不要乱生气了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啊，我们不要啊，不随顺圣人教诲。 善心之大贼，我们脾气起来的时候啊，要提起善念呢、啊、就难了，哦，就好像被偷走了，被抢走了，善心之大贼啊、哦！有时候脾气一发，统统给我出去，我谁都不想见呢、啊，啊、哦，种种恶口啊之腐长啊！ 因为我们嗔恨心起来都没有化掉，它会起作用哦。有可能十分钟之后哪个人来了，他倒霉了，刚好你内心很不高兴，他就被你的出气筒了。啊，哎，有的时候这个不不高兴啊，放了三年，遇到机会了，啊、哦，翻旧账了，全翻出来了。 就骂人了、啊，这种种恶口啊，是腐肠啊，我们这个嗔恨心啊，没有化掉，它好像放在仓库里面了、啊，时间到了它会发作的。啊，所以嗔恨心不能用压的啊、哦，压压压压到最后会火山爆发的。哦，好像有发给大家。 黄念祖老居士的六人。一切法得成于人呢。所以我们当老师的啊，要提升我们修养啊，首先要练啊，不发脾气啊。哦，所以上一次啊有。 这个同学问到的哎，我们当下该怎么降服自己内心的气氛来教导孩子呢？其实我们要知道啊，嗔恨呢是依附在哪？我很生气啊，这个我放下了，就不容易生气了。 啊，曾经听新加坡啊，有一位女士啊，她性情很好，啊、她的先生说啊，他觉得最幸运的就是娶到他这一位夫人了。他、啊、先生还说啊，啊，我太太脾气很好啊，有时候我母亲误会她了。 他还跪下来道歉啊！其实先生说这个话的时候啊，他还流露了替自己太太觉得有点委屈的感觉。哦。哦还说到啊,啊，这个委屈太太了。哎，太太说了，哎，没有，一点都不委屈啊。 因为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。就是因为跟老人家住一起啊，三代同堂啊，折中家庭啊，教孝道啊，很自然呐、啊。你只有两代要教孝道、啊，要很用心啊。啊， 放假的时候，要找时间，好、哦、去表演孝道，给孩子看。那三代同堂，每一天都看到啊。所以，真的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、啊。佛在经典里说了：“世若无佛。” 假如佛灭度了之后啊，啊，世间没有佛住世了，善事父母啊，在无佛的时候，你善事自己的父母，尽心孝顺啊，事父母啊，即是是佛啊，就侍奉父母的功德。 跟侍奉佛平等的、啊，所以，我们能有机会侍奉父母、啊，那是父母给我们修大福田的机会啊，甚至于是让我们提高我们的福报跟智慧啊。为什么说也跟智慧有关呢？越孝顺父母。 越把自私自利放下，越把情绪烦恼放下，情绪烦恼越少了，烦恼一轻啊，智慧就长。父母给了我们福慧双修的机会啊，啊，其实有很多话说，人在福中。 不知福啊！其实陈德觉得啊，现在随着年龄慢慢在增加，好像觉得古人留出来、留下来的一些话，没有自己想的这么浅。其实它很深，它很广啊！不知好歹。 看起来好像骂人的话，其实现在自己想想，我何尝知好歹呢？我假如知好歹，我这句佛号啊就不会断了、啊。念这一句佛号，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，天底下最好的事了。可是我还是常常断掉啊。 他的好我还了解不透彻啊，啊轮回心啊，我又打妄想了，又有贪嗔痴了，他的坏处、他的歹处，我还不知道有多大，所以我还在起这个念头啊，所以。 随顺了信德，随顺佛号了，这自爱了。所以一不念佛啊，就打妄想了，轮回心照轮回业。哦，所以三十系念这一句话重要啊！啊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。你说这这两句话。 我们真放在心上吗？真感触它的重要了吗？因为我们不念佛，很容易就起了轮回心了。为什么儒家说“克念作圣呢、啊？安世高大师。 前世也是修行人，他有一个师兄弟，都是出家人。结果这一个师兄弟呢，明经好施，明经是有善根的、啊，聪明的、啊。又喜欢布施啊，这都不简单呢、啊。哎，可是去托钵，那一天托的饭菜不满意啊。 生气了，结果死后啊，堕到畜生道了，啊、哦，做龙王啊。哎，结果呢，到畜生道里面去啊，这方圆几百里啊，很多人都来拜他，鬼神呢、啊？为什么？他前世修的福报啊。 啊，而且啊，人家来这个求神问卜啊，哦，他还讲的蛮准的，因为他前世明经嘛。但是我们从这个个案呢、啊，哇，一个饭菜不满意啊，那强者先迁呢、啊？ 这嗔恨心太强了，就把他带到出山道去了。这刚刚跟大家说到，修福报啊，不一定在山上道享哦。承德有机会去亲近师父上人，看到那社区里面呢，有小狗啊。 出来散步的时候呢，还得要有一个佣人陪他。哦，我看有一些官员呢、啊，家里都没请一个佣人呢。你看，他是在畜生道、哦、啊，他还得有一个人都陪着他哦，啊，给他洗澡哦，帮他做 SPA 哦，所以这个。 这个福报啊，不一定在三善道想。啊、哦，当然说到这里了，修道人不求福报了啊、哦，啊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，我们不不再来搞轮回了。一求福报，这一念哦，就把所有一切功德翻转成。 轮回善业，轮回福报，这个我们要了解哦。历史当中，梁武帝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了。他见到了圣人哦，达摩祖师哦。 可是他一见到圣人，不是请教怎么修行啊？马上说：“朕自登基以来，啊、哦，修寺院几百，护持十几万人出家修行，朕有没有功德啊？”在圣人面前还一直正正正“震震震，你说呵呵他还有功德吗？哦，他假如那个时候一看到达摩祖师跪下来， 弟子向祖师啊、呃，向大师求法。我看禅宗二祖可能就是梁武帝了，呵呵哦，达摩祖师也不用去面壁九年，但是这个公案我们就看到了，他那一念心，我有没有功德啊？染污心啊，就把所有的功德翻转成。 轮回善业了，哦、oh,，所以我们修净土啊，啊，这一句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，啊、oh,，没有求别的了。哦、oh,，那刚刚跟大家谈到这个称谓的影响。 啊，我们看老法师在现代同盟教育的落实啊，以至于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，都谈到对质称恨的重要，不然我们可能就变成抹黑传统文化，而不是在弘扬传统文化。 所以，就像刚刚跟大家说的，啊，我们可不能都觉得啊，我不会这样。很多啊，我们能够随文入观呢，才能警觉到啊，出佛生学。假如我们所做跟传统文化相违背， 造成大众的丧失信心啊，那这等同有出佛身血的罪业了。破和合身，那当然我们要了解和合的身团，可以把佛法弘传到全世界呀、啊。呃，我们把它破坏了，那影响的面太大了。 啊，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，四个人建和同解。可以把佛法红传到全世界。诸位同学、啊，你们相不相信啊？哦，我看点头的人不多嘞。<laughs> 佛法大海呀、啊，啊、哦，佛法比喻做大海啊，信为能入哦，不相信我们就进不去了，不相信啊就被我们的念头障碍住了，啊啊，还有我们学习的态度哦，哎，我们的心态很重要，心态对了，句句有受用啊。 心态不对了，听一句产生执着，变障碍哦。所以文殊菩萨啊，跟善财童子讲，哪一个是要取过来？啊，善财童子说，遍地都是药。 因为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属性啊，你你懂得它，你会用它了，它就可以对对治疾病啊。哎，文殊菩萨又问了第二次，哪一个是药，取过来？这个时候善财童子不能说遍地是药，他要会配合啦。啊，第二次哎。诶 随手拔了一颗过来了，的，文殊菩萨说了：“此药能救人，也会杀人。你把它用错了，就变杀人了。你一闻佛法，一产生执着，哎，障碍自己障碍别人。” 啊，比方说我们学佛法，哎，很执着啊，执着到家里人、亲戚朋友都生烦恼了，那不止自己受害啊，大家对佛法都产生反感，这不就产生副作用了？啊，所以法上应舍啊，何况非法？ 学佛难呢、啊，难在不能出现执着点我们常常要不过了，要不不急了，啊，要不着空了，要不着有了，好，所以这里有问题问到了。啊，孟子有说啊，人之患。 在好为人师，啊、哦，哦，又想起在课程当中提起、啊，做之君、做之亲、做之师、哦，的责任及使命感，两者有否矛盾？那？ 我们从相上看呢，哦，比方说，啊，你拿金子做了个茶杯，你拿金子做了个手环，那茶杯跟手环一不一样啊？从相上看不一样了，从本质呢，从性上呢？ 都是金子，好，所以，我们学传统文化，也要从相见到性，从圣人的行为看到他内在的存心，目前当目其心，不然我们一学。 都学到他的相上去了。举个例子，当时候唐朝汉宣帝啊，是一个很关键的皇帝啊，因为整个汉朝啊，因为汉武帝晚年比较相信这些鬼神呢、啊，结果弄得骨肉相残呢、啊。 就是有一个大臣出来止住这个危呢，就是丙吉，丙吉呀、啊，结果丙吉先生他就救了汉宣帝啊，那等于是汉武帝的曾孙呢、啊，啊，这么小年纪啊，被丙吉给护下来了。 他救过皇帝啊，只字不提啊，他真有修养啊，完全不邀功啊。哦，这个邀功的心啊，也是我们要对峙的习气哦。佛门说要坐而无坐，我们坐而有坐啊，这个心，哎，我付出不少呢，就要人家赞叹了、啊。 要人家肯定了，人家不肯定又委屈了，甚至于心里面觉得，哎，我做了不少好事哦，我以后应该很有福报啊。所以曾经有念佛团的团长，带很多人去助念，结果后来他年纪大了，生重病了。 人家去帮他助念，都被他赶出来，他不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生了重病，他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好事，怎么我还生病啊？佛法不灵了，不念了，把人家轰出去了。所以这个坐而无做啊，我们的心才清净哦。啊，亦有坐有住。 就开始染污了啊！所以《金刚经》重要啊！度尽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！若菩萨着相布施，即不明菩萨其实《金刚经》也是提醒我们呢要离相啊！ 不能住啊，不能产生这些执着啊！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！诸相非相，就是我们离了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这些虚妄了、啊，就好像镜子啊，你把外面污垢擦掉了。 啊，诸相非相，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了，镜子就照出来了。啊，外面照的清清楚楚啊。啊，即见如来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就看到了。所以修行啊，不用求真啊，不用求真心啊，只要希望真就恢复了。啊，波云。 就能够见日了。可是我们要随时护好这个心，不染浊，不执着，这个是功夫了。所以刚刚啊、呃、提到啊，他付出了，但是他。 觉得怎么我还生这么重的病啊，不相信佛法了？哎，玄奘大师啊，给我们做了个很好的标法了。他一生对佛门的贡献空前的、啊，九死一生取经回来了，啊，十九年终于把经取回来了，十九年翻经啊，结果最后也生重病了、啊。 他的念头是：我有没有把经翻错了？这一念心啊，是我们的学处啊。就感得菩萨告诉他：“你翻的一点都没错啊，是因为你前世曾经做过国王啊，杀生太多啊。” 重罪轻报啊！信佛不容易哦，要在这些境缘现前的时候、啊，才看得出我们是真性还是假性。哦。所以老法师受了具足戒，李炳南老师抓住这个机会点，你要信佛啊，遇到任何境界。 都不会退失啊，啊，对佛法的信心。所以刚刚跟大家比喻了，啊，以经作气呀，气气皆经，但向上不一样，哎，它本质是一样的。 所以慈眉善目啊，跟怒目金刚啊一不一样啊？哎，我们佛门有怒目金刚啊，从相上不一样啊，从心上呢都是慈悲哦。现怒目金刚。 是怕众生堕落，慈悲哦。所以在孔子那个时代呀、啊，大家都熟悉呀、啊，柳下惠啊，坐怀不乱的。啊，这个典故啊，是因为柳下惠啊，当时候要进城门。 结果城门关了，天气太冷了，还居然还有另外一个女子啊，也没有进城门，可能这个女子啊会冻死啊，他就把她抱抱在怀里取暖了。结果后来呢，鲁国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。 有一个女子啊，她单身。结果风雨太大了，把她房子都吹倒了，她没有栖身之处了，跑到最近的一个读书人家，这个读书人也单身了，啊，敲他的门。哎呀，你赶快给我进去啊！这个读书人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能开门啊。” 这个女士说：“柳下惠都坐怀不乱，你让我进去一下有什么关系啊？”这个读书人始终不开门了。结果后来啊，孔子听到了这件事了。孔子说：“啊，这个人是学柳下惠学的最像的。” 孔子也会很会抓机会点，呵启发我们了、啊。哎，一个坐怀不乱，一个不开门，学的很像，哪里像啊？从相上看，好像不像哦。从心上，柳下惠。 为了这个女子的生命着想啊，这个读书人为了这个女子的名节着想啊，啊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呢、啊。我们看历史当中那么多考上功名的人，在女色面前倒下来的不在少数啊，啊，而且独处一室。 这个读书人怕坏了明姐，怕自己忍不住了，所以他那个心是真为这个女子明姐一生着想啊，所以他学的最像啊。所以我们学孔孔夫子、孟夫子，啊，他们跟我们的时代也不一样啊，啊、哦，我们不能是动作都跟他一样。 我们得要应这个机，去效法他们的心境啊，做出来啊，不然我们现在假如全部哈、啊、一切动作哈、啊、还头发留很长是吧？啊还长。人家觉得哎这哪里来了？你你让人家感觉很怪了，不能融入现在的社会了。所以不能学相而已啊。 哦，所以《中庸》里面也是提醒这一点呢、啊：，身乎今之事，反古之道，<laughs> 还要回去过古代的样子，要硬硬搬到现代来，这很怪了。所以都不能着相啊。所以我们一听，也要听到那个“一义不一语”。 所以，佛陀在《涅盘经》的四依法都是提醒我们不要执着，依法不依人，不要执着人，不要执着感情啊，要理智，要对自己的法身慧命负责。现在学思说法如何河沙，要小心啊！啊，依义不依语。 医智不医事，医智慧，不医情事，啊，医了意不医不了意，啊，要要医啊，彻底解决问题的，啊、哦，不能医啊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，哦。那老法师进一步还说了，医了意啊，就是你真正长久可以得利的。 刚刚跟大家讲到这个丙吉呀，啊、哦，他完全，哎，这些古人心境啊，是我们的学处啊。不知道大家听过介之推的故事没有？介之推不言禄啊，啊、哦，在《古文观止》里面有。 他护持晋文公在外流浪十九年，晋文公有一次饿到昏过去了，他把自己的大腿肉割下来，啊，给国君吃啊，就忠到了极处了。结果回到晋国了，哇，一下晋文公变国君了，跟着的人。 我的功劳最大，我的功劳最大，在那里争功了、啊。纪师尊一句话都没讲，走了。啊、哦，后来晋文公要、啊、请他出来，他不愿意出来了。他讲到：“窃人之财，有我为之道啊！你拿了别人的钱财，这叫小偷了，强盗了。” 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？怎么可以把上天的功啊，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啊？啊，这一点也不容易做到啊！啊，承德感恩老法师啊，当时候我们在庐江办学两年多一点。 刚好是零八年初春节啊，还在春节期间呢、啊，啊，当时候世世界各地啊来庐江学习的不少啊，老法师当时候就说了，因为老人家也很少到我们教育中心来了，大家很欢喜啊。 老和尚第一句话：这两年多的办学，谁都不能邀功，都是佛菩萨加持、祖宗的庇佑、啊政府的指导、百姓的配合，啊第一句话就道出来了。 啊，我们弟子终身难忘啊、哦！没有这样的提醒，不知不觉、啊，哎，各地来那么多人，哎呀，太感谢你们了啊！你们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呢。可能自己一受，慢慢心态就会变了。所以，善知识重要啊。 老法师在这些最关键的点护住了我们的清净心呢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当父母、当老师的，在孩子成长的很多关键点，能不能护住他，不要起娇慢心，不要起好胜心？ 不要起对立心，不要起炫耀的心，啊，种种，这个能互念的好啊，那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，而我们。 也要护得好自己啊，才有可能护得好学生呢、啊。哦，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这个丙级啊。他是宰相啊，后来当了宰相了、啊，啊，他出游了，哎、欸，遇到有人打架了，甚至还拿武器了。 他看了一下，没有过去管，就走了。走着走着呢，看到牛啊，好像很不舒服啊，他就赶紧过去看了、啊，看那头牛啊，看了、啊、看啊，后来了解到，啊、哦，这个牛没事啊，它可能顽皮啊，后来主人很生气，追它。 他跑的气喘吁吁的，后来没事啊。这这个宰相啊就离开了，旁边的随从啊就说了：“啊，不过这个旁边随从啊也是过了一会了才说话了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说宰相啊，人家孔子是问人不问马。” 孔子有一天回到家，人家报告：“夫子啊，马厩失火了。”孔子说：“有没有人受伤啊？”问人不问马。大家现在听到马哈，你马我又不骑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有时空的一种感受能力哈。那一匹马叫 Benz 啊，B N W 的。 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哎，那那可要积攒很久的钱才才可以买的嘞。但是孔子这些东西没放心上，问人不问马。那宰相啊，你怎么问牛不问人啊？都有可能会出人命了，你都没问一条牛，你就跑过去问。 哦，那当然了，这这一个水手也很重要啊。我们在团体里面，你跟着领导啊，有看不懂的你要问哦，不然呢，这个这个看不懂，那个看不懂，慢慢慢慢，你的疑心就来。了。<laughs> 当然了，当领导的有时候看到下属的眼神，啊，或者当老师的。 看到学生的眼神不对，也可以主动沟通哈。啊，这个都是活的哈，不是要求谁一定要先做啊，谁觉悟了，谁明白了，谁就有责任去带动。 这个也是跟老法师学的哦。啊，老法师有提到啊，他在台中的时候啊，哎，看到老师对学生态度不一样，你看，向上不一样了、哦。哎，老法师不是很了解、啊，脸上就有表情了。 李炳南老师很柔软哦，感受到了，啊，把老法师找到房间来，给他讲了，真肯学的，你要全心全意教啊，有打有骂、啊，他不是真肯学的，你一讲他整个脸红了，生气了，会跟他结怨的，所以为了让。 跟他的缘分能慢慢提升，你看他护着呢，特别柔软的、啊，所以相不一样啊，心境都是柔软之辈啊。啊，今年他还不成熟，等明年，啊，等后年，甚至于二十年、三十年没有。 下辈子再来度他，佛菩萨度我们很有耐心的。释迦牟尼佛第八千次来了，所以我们教学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啊，孔子是我们的榜样。 好，那我们说到这里啊，其实啊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，人师这是一个相啊。这一句话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内心里啊，容易起傲慢哦、啊。从根本上看啊，四大烦恼。 长相随，就是我们容易起来的。这一句可不是指当老师的哦。人之患呢、哦，没有说老师之患呢、哦，人之患就喜欢呢，好像自己比较懂啊，要教别人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人不能执着啊。 看到别人的眼神不是很接受了，不要攀缘了。以后还有机会啊！一下子讲的让人家以后不想见我们了，这机会就没有了。所以不能执着我，我今天非得给他讲个明白不可。那可能我们自己也不明白，境界不成熟啊。 啊，虽然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，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更容易起好为人师的心了、啊，因为每天都在讲台上啊，每天都在教学生，但是老法师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很重要的心态了。啊，老法师说。 我讲学啊，所有听的人都是兼学啊，只有我自己是学生，这样就不容易在讲学的境缘当中啊好为人师了，不然特别容易啊。啊、哦，那可能我们听到这里，啊、哦，我们跑去跟孩子说，哎。 我是学生啊，你们是兼学、啊，那不对啊大家不要冲动啊你说孩子是不是兼学呢？孩子真是兼学，学而后知不足，教而后知困难我们教着教着，觉得孩子不够受教，哎，我的心态。 我的方法还有没有需要提升的部分呢？啊、哦，我假如能不断提升，那应该孩子们上我的课啊，啊、嗯，我能够引人入胜呢、啊。哎，他们每一次时间还没到啊、哦，就坐在那里等了、啊。哎呀，下一节课啊是陈老师的课啊，是王老师的课啊什么。<laughs> 那他的眼神就是我们的坚血啊！<laughs> 你想要讲半天啊，他一脸茫然，就是我们不够契机了吗？啊 <laughs>，那这样的态度很重要啊！这样的态度叫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啊！哎，只有一个人是学生，哎，其他的人。 兼学，其他人都是发考卷给我考试的、哦。大家有没有遇过啊？有一个人去考场，然后呢，他考试卷写不出来，很生气，去打那个发考卷的老师。大家看过没有？没有哈、哦，因为这样这个人有点不正常啊。 而我们现在也在考试哦，你接触的一切人就是发考卷的人哦，啊，你不会去骂发考卷的人吧？哎呦，现在呀，你先生是发考卷的人哎，你太太是发考卷的人哦，你是要成佛的人哦，哦，我们说。 我要成佛，嗯，看看像不像啊？得先有几分像吧啊！现在都不像，临终就做佛去，呃，这个逻辑有点不通了。哎，应该是慢慢越来越像啊，慢慢平到街上去了。所以我们也要检查，哎，我有没有越来越像？ 师父上人啊，处事、待人、接物呢？所以我们要看懂佛门啊，甚至儒家表法的意境，这艺术化的教学呀、啊！啊，之前有跟大家提到传统的建筑啊，它一些特殊的景，都提醒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态度啊。 出门要交君子之友啊！刻着梅兰竹菊啊！哎，人这一生呢、啊，是提升还是堕落，朋友很关键的、啊，同餐道友非常关键。而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它表的就是。 当生成就，我们每一个发愿求生净土的，都是当生成就、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向当生成就的人，就要向善财童子哦。那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哦，他每餐一个人。 每经过一件事，自己就提升了。所以他善学啊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啊。”择其善者从之，不善者改之。任何一个人事进缘他都提升，一直提升。所以我们炎黄子孙为什么学大乘佛法这么相应？要感谢孔子啊。 感谢老子啊，他们的教诲都跟大乘佛法相应啊。见人善即思齐，众去缘以见机呀、啊。见人恶即内省，所以见人恶不是批评哦，不是见人家过，即内省。啊，好像之前也跟大家说了。 老法师说：“啊，你看到别人过很生气啊，就告诉自己是我做的不够好，还不能感动对方，就不生气了。这叫凡人啊！我做的不够好啊！啊，刚刚跟大家讲，哎，这个新加坡这个媳妇。” 她先生觉得她有时候啊被婆婆误会，挺委屈的啊。哎，她接话了，她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不委屈。家里有婆婆在呀、啊，如有一宝啊。我看着婆婆生气了，气坏身体不好啊。这个就是心里有婆婆的恩德。” 就好像我们心里有父母的恩德，父母一生气，因为我们马上就跪下来了，哪还有其他的想法呢？哎，他一跪下来，啊，婆婆的气就下来了，因为人生气会越来越厉害，就是两边都互相有气了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嘛，啊，一个响了，哇！ 就可能就越彼此越来越刺激对方啊，都很生气了。哦，所以她一跪下来，哎呀，婆婆、啊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那、啊、婆婆的气下来了。但是误会总不能一直误会下去啊。啊、哦，比方说你把我那件衣服拿去哪里了？啊，媳妇道歉了。 哎，过了两天，啊，我自己放这忘了，真相大白了。可是他心里想，我错怪媳妇，媳妇还跪下来道歉，啊，这样的媳妇去哪里找啊？那不就一件、两件、三件事，这个媳妇就变女儿了，去哪里找这样的媳妇啊？ 那婆婆多了个女儿，媳妇多了个妈妈。那学佛不就是转境界吗？家里的人我们要能转再来这个，我们还要学菩萨去度众生呢。 所以吃亏是福啊！哎呀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心量要大，就忍得住了。这个叫持忍啊。他心里是想着婆婆没有自己，他就不会生气，他也不会委屈了。我很生气，我很委屈。哦，所以《了凡四训》真看懂了。 原来我烦恼的根源就是这个我，我要如斩毒书，直断其根。怎么斩？哎，从今天开始，念念为他人着想，这个我就放下来了。哦，所以刚刚跟大家说，善财童子。 的心境，对我们这一生成就啊是关键的。一切人都是兼学，学生也是兼学哦。再来，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仁都是兼学哦。哎，假如团体里面，哎，人家觉得不公平了。 那我是领导者，我得要反思哦。啊，我有没有对待人啊偏心了？啊，不能说听到这些话哇很生气了。那这个要当领导就没有办法做织君哦，没有办法表法给人家看的，要表法要以身作则啊要。 能够接受劝谏哦，啊，唐太宗是求见哦，不止接受而已哦，主动求臣子给自己提意见，这是唐朝的贞观之治，跟我们有没有关呢、啊？有关呐、啊。 因为老法师已经九十五岁了，他以他老人家的威德，在护持着全球子弟弘法的因缘呢、啊。我们假如随顺习气了，都会耽搁一方的缘分呢，那不是辜负了老人家不辞劳苦、注事护持。 所以，我也是取许自己、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啊。得要效法唐太宗啊，不然这个时节因缘这几年不把握住，以后不见得有机缘啊。我们得把弘法的缘推上一个里程碑啊。 我们现在各地的缘，靠的是老人家的威德跟福报啊，不是靠我们的真诚涵养啊。这个我们得自知，我们得清楚啊。我们心里要了解，哎，是自己的以身作则，自己的大公无私，慢慢凝聚人心呐、啊。 而且时节因缘不等人呐、啊，我们不赶快做出效果，说实在的，连自己团体的人，可能信心都慢慢在消退啊。所以佛法讲时节因缘呢、啊，不进则退啊。 啊、哦，所以就像英国汉学院这国际间的缘呢，老人家不注视，我们要做大难大难啊！所以时节因缘呢，刻不容缓呢。子弟兵培养不出来，前面就白努力了，最后就开天窗了。万里之外，人家老教授。 又有子，又有孙，甚至都有曾孙的，人家跑万里来住在这里教，不大可能啊！但是这缘都已经起了，你不是进就是退呢。可是这又要思考咯，哎，真的要办一件事，可不简单了、啊。 我们今天要培养子弟兵，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我们老师、职工能表好法，深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啊。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无知啊。哎，我们的学生不是小朋友哎。 我们的学生二十岁上下，甚至有的已经工作很多年，三十多岁来的，有时候他人生阅历也不少啦。你干真的干假的，人家看不出来啊。哦，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了。啊，见极乐寺的时候，老和尚说。 台湾的博士多你们一家不多，少你们一家不少啊！哎，英国汉学院，全世界的汉学系、中文系多你们一家不多，少你们一家也不少。我们拿着十方财要干什么汉学院呢、啊？要干培养出来是人人弘道的汉学院呢、啊，不是两个硕士博士的汉学院呢、啊。 领个硕士、博士去搞名文利啊，那我铁定下地狱的。我拿着十方财培养出来的人去搞名文利啊。那这个因果我得背啊。十方善性，人家的心一定有他的希望啊。所以佛门有个规矩啊。 他捐这个钱，他是要建佛寺的那个柱子，你不可以把它拿去买菜，那你就要背因果了。哦，所以我我之前刚学佛的时候，啊，在高雄晋州学会拿法宝，哎，有一本书。 啊，你要捐款，上面列了好多，你是要应经啊，你还是要这个护持常住啊，很多名目，你这个钱是用在哪？打勾。所以我是啊，非常感谢啊，我们院长。 对我们的指导跟护持啊，像我们啊汉学院的同学啊，院长都是指导啊，每个人进来哎选一部经啊，虽然科目很多，但是只要你选定一部经，就是一个方向啊，一直往这个方向走。 啊，其他部经呢，通通是这一部经的注解。你学了两年，你学了三年，学了五年，你一部经学通了、啊，你可以讲经啊，可以弘法、啊。希望同学们学到真东西啊，因为每一部经都在教五伦八德。 你选一部经，它就是主，其他的经就是配角、伴，都在帮助我们对于这一部经的义理了解的更深，了解的更透。我们也是期许学生呢，在学术界行菩萨道。 记得零六年啊，陈德友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大会啊，这个是十五年前的。当时候结束啊，老人家到了剑桥大学演讲。 啊，陈德刚好也有参与。我记得啊，老人家一开始讲的话，终身难忘啊！老人家还没讲话呢，就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字了：儒学、道学、佛学。 当时候主持的不是华人啊，外国人啊。当然，我现在不能讲外国人啊。我现在在英国，其实我是外国人啊啊，是其他种族的这个一个，应该是读博士的汉学博士啊。然后他开始主持、啊，用。 标准的普通话，哦，在主持啊，我都很很惊讶哦，他他的国语啊，普通话比我还标准啊！我们这个闽南人没有卷舌的哈、哦，一卷舌舌头有点不习惯啊啊，古来没有这个翘舌音啊、哦。 哦，然后他主持完了，啊，师傅接下来就写了这六个字了，然后对着，啊，这些学汉学的，啊，华人以外的，啊，这些年轻人说了，我跟你们学的不一样，啊，你们呢是这边练过来的，儒学、道学、佛学。 啊，我们呢，这个华人是右边念到左边，学儒、学道、学佛。啊，你们拿到啊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啊，你们可以啊成为一名教授。可是啊，你们不可能像我这么快乐。 真正研究成知识学术了，自己身心家庭的问题解决不了啊！好，而且陈德啊是近视了，当时候在法国跟法兰西汉学院一起啊吃晚餐。 那都是博士后啊，都是用中文跟我们交谈的啊。结果坐我对面一位女士啊，啊，我首先就请教她：，哇，你博士是研究什么的？她说我研究虚云老法师啊。啊，我一听很激动啊，哇，明明代明初三大高僧啊。 我我就马上接话了，哇，那虚云老和尚一生给你人生什么启示啊？啊，我一问完了，他就一直看着我，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有点尴尬了几秒钟啊。最后他说：“我研究啊，虚云老法师呢，不是活到一百二十岁。”哦，我当场一听。 说不出话来了，可是我突然联想到老法师有一篇开始。那一篇也是在一个重要的法会里面讲的。老法师说，外国人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呀、啊，当作古代的古董来研究。 他这个这个态度研究代表什么？这个东西现跟现在没关系了。而陈德是真正见过世界有名的汉学大家，啊，名字我就不说了。<laughs> 我跟他坐在一起呀、啊，我跟他聊修身齐家。 我看他的他的眼睛都没有跟我产生共鸣啊，我实在有点讲不下去了啊。等我停下来的时候，他开始说了。他说：“我是研究啊唐朝哪一个制度啊，诸位啊，同修啊。呵呵” 他去研究一个唐朝，他是很专业，没有错啊。那谁得利了？他是很有知识，没错啊。假如不能古为今用，那你看学术的经费那么多啊，都是纳税人的钱呢。地位又那么高，领那么高的薪水，到底对社会有多大的帮助啊？ 所以格言连璧的话，这重实质不重形式。治国经邦为之学，治国经邦是学问呢。安危定辨为定变谓之才，什么是才能？哦，不是可以表演几个节目，人家拍手就是很有才能呢。安为定变。 这个组织现在出现问题，你一了解就知道问题出在哪，进而你能够指导他啊，只要他肯相信，你就可以帮助他转变改善。这叫安为定变，为之才呀、啊。你看管仲啊，公子小白，啊，齐桓公一用他，本来那么混乱的国家，强盛起来。 我们的孩子也要学这种治国经邦啊、安危定变、哦、所以诸位啊，同道啊，啊，我们陈校长还有诸位同仁啊，我在汉学院呢，等着小朋友们啊来到汉学院啊。 我们分工不同啊，分工不同，我也只能守好我这一亩三分田啊。因为毕竟啊，现在能认知到圣教书圣的家长家庭已经不多了。你不能怪没认知到的，他成长就不是这些背景。 甚至于他不怀疑，他不反对就不错了。但是，假如他生长在这个时代，就像陈德三岁就到了高雄市了，男子区了，那这些孩子还肯学，他的家长还支持，我相信啊，过去生都有发愿的。 那我们就要有责任，把这样原成熟的孩子护好啊！帮老和尚，帮老祖先呢、啊，把这些孩子护持好啊！一个孩子蒸发出菩提心来了，他能帮助成千上万芸芸众生啊。承德。 有这个绝对的信心，因为人之初性本善，有一个无私无我的人一出现呢，这么苦难的世间，哪有他感受不到的道理呢？越苦的人，他越能感觉谁真心为他好。 所以老法师去到印尼，印尼人说老法师比印尼人还爱印尼人呢。好，这一节课时间到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啊，谢谢大家。